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r. One 木香谷小教室，我是小万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追新了、啊、追最新的一首歌，来自黄明志与陈芳宇的歌曲《玻璃心》。哎，我个人觉得《玻璃心》是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在心中层次最深层里面的一个心哦、啊，就是很像玻璃一样很易碎。我也是玻璃心的人。好，今天我们话不多说，来教大家最简单、最快速。学会如何用木香鼓打在这首歌里面最快，史上最快啊、哦！首先，先拿出你的沙林，不对，首先先拿出你的 Mr. One 沙林，摇八 bit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OK， 这只手用你的惯用手摇，另外一只手来打节奏，咚次哒次次，咚哒次，超级简单吧。动次第一拍，哒次第二拍，次动第三拍，哒次第四拍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先来练习是单手 ，OK。Hi hat 之前有人问说，哦 ，Hi hat 是不是要打大声一点？其实不用，越干净越好听，越有律动感 ，OK。两只给一起。OK， 来咯，我们来听着音乐咯，有点快啊。1 2 3 go。OK 吗？换你们喽，换你们喽，来喽！沙林 ，1 2 3 go， 1 2 3 4 5 6 7 8 2 3 4。耶、yeah! 欸！我觉得他这边潮之掰，潮之掰很好听呢，这一段。太直白，超直白，不是太直白，超直白，不是我来放大，不是骂脏话哦。OK， 还是这样哦。耶、yeah! ！本首歌的重点 ，OK。好 ，OK， 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玻璃心送给你们最新歌曲《木香鼓教学学起来》，Mr. One， 拜拜。最后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我们的 Facebook， 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要逛逛我们的官方网站。祝大家天天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